好的，现场的各位，欢迎大家来到家族荣耀之继承者，这里是我们的继承者之夜豪门派对的现场。那今天呢，在我们的派对当中会有一些大事发生。那么接下来首先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主演许绍雄老师，欢迎嘉良哥，有请两位。这样我们依次跟大家先打声招呼吧。啊，来，大家好，我是许绍雄，在剧组头这叫首人，歌手人，是吧？对对对，首人，抽手人。我的普通话，我的普通话太好了，收到了，听得明白，听得明白。啊，希望看到他们，看到大家很开心哦。希望你们今天晚上更开心哦。好，我们也给欢喜哥一点欢呼声，欢迎。谢谢谢谢。好，嘉良哥。大家好，我是罗嘉良，我在家族荣耀之继承者里面演的叫臭手艺，义气的义。对，这个角色呢是非常怎么讲呢，其实他不是一个反派啊，可是你看上去像是一个反派，其实不是，他绝对是个好人，是一个正派，我是反派啊，其实他是反派，你们看看知道了。哎呦，扑朔迷离，到底谁是反派？哎，到时候大家知道，一定要看，你看就会知道。那今天呢，两个人是参加我们的这个派对，来的都是这个继承者的候选人。那究竟谁能够成为今天赢走所有遗产的继承者？两位有没有信心？欢喜哥，我没有，重在参与啊，因为我就。不喜欢斗哦、我喜欢开开心心，要欢乐就可以了。快乐就可以了。嘉良哥，你心态太好了。我呢，我在戏里面我必须得到抽氏的家产，这个必须的，必须的，对，必须赢啊！哎，一定要赢。好的，那接下来两位，我们一起看向前方，我们来拍张照片，好不好？好，来，有请。在，我帮你拿。好，就在这儿就好。也请两位可以在我们的继承者的这个背板上签下两位的名字。嚯，哎呦，金光灿灿！财富都要溢出来了啊！好，谢谢。那我们也再次欢呼声送给两位。好，那我们先到场内准备一下，好不好？有请两位，左边。那刚刚各位有发现了，我们这个邱家人今天真的是把跑车都开出来了。今天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金光灿灿。下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来看一下即将走上红毯的会是谁呢？欢迎罗子毅，有请。哇，年轻帅气继承者，好，和大家打声招呼吧。大家好，我是罗子毅。哎呀，你们好。好，那也介绍一下在剧中饰演的角色。我在剧中饰演邱志斌，是那个家族唯一的一个嫡孙，对，所以就所有的东西应该都是我的。信心十足，拿捏了啊。那今天呢，其实我们是一个派对，但其实现场有很多很多是我们继承者的候选人们。那有没有信心今天赢走所有的财产？机会不大了，对，机会不大，都是前辈们，都是前辈们，我是后辈的，都是必须要礼让一下的，礼让一下啊。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友谊第一啊，友谊第一。那我们也让子毅在背景板上签一下名字。好的，那也邀请您看向前方镜头。好的，谢谢谢谢子毅。那我们就先到后台休息一下，期待今天的派对，好不好？辛苦。那刚刚呢，子毅说了，他是作为我们邱家唯一的嫡孙啊，所以说在剧情当中，他一定能够掌控一切，信心十足。那究竟在我们今天的派对当中，能否依旧掌控一切呢？大家一定要锁定今天我们的直播。那现场又响起了我们的欢呼声，哎，那
欢呼声还伴随着我们跑车的轰鸣声，看来我们今天的派对当中又有重要嘉宾光临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光临继承者之夜的会是谁呢？有请我们的林峰峰哥，有请。峰哥可以先和大家打个招呼。你好。Hello， 峰哥。你好，你好，辛苦你了今天。哎，不辛苦啊。那峰哥先和我们所有的观众打声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峰，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是，那也分享一下吧，在剧中扮演的角色。我在剧中演的角色叫高俊，是一位非常专业的律师。哦。对，而且算是阿蛇，就是他饰演的角色邱浩尔，他的算是守护者。哇、哦，对，守护者。说到守护，其实峰哥跟阿蛇已经是六的，对，六啊。所以今天呢，又是老友重逢，然后也和大家来推荐我们的新剧，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谢谢大家，对不对？嗯啊，那其实最近大家都很火，就是回顾往昔，然后呢，包括大家很爱的《使徒行者》啊，对不对？然后很多人其实很怀念。那今天有没有希望可以我们还在不用怀念，有没有希望可以在派对当中看到还原这个当时的名场面？其实。不一样吧，因为每一次我们合作的那个角色的话呢，其实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人物性格。所以等一等，我给我女朋友开个车。哎呦，天哪！一切的事情都要给女朋友让路。哎呦，看看谁来了呀！欢迎我们的涉事班老师。有请两位。哎呦，峰哥亲自接驾。哎呦，好甜哦。当然了，一如既往。好，那刚刚峰哥已经打过招呼了，那阿水也跟大家打声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吧。嗯，直播是的。那也分享一下吧，这次在剧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叫邱浩儿。嗯，然后他是高俊。是。他让我开心，让我伤心。啊，你怎么能让你的阿蛇伤心呢？对啊，角色而已，角色而已。角色而已。那刚刚其实峰哥有说了，这次他的角色是一个律师嘛，然后他在里面一直保护着你，所以是这样的，是吗？是这样的。其实有他在身边，我觉得特别的安全，但是也曾经就不想跟我在情感上再有什么纠结吧。也不是了，也不是了。所以究竟在里面是保护居多呢，还是这个爱恨情仇居多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次的剧集。对不对？是的。好，那两位最后要不要推荐一下，让更多的观众支持一下我们这部剧，好不好？每人可以分享一下。家族荣耀有我们两位，有九年没有合作了，九年是吗？对对对，那也是一个看点哦。对，阔别九年。对，除了我的好搭档、老搭档，其实在这个电视剧里面也有很多大家熟悉的港剧的演员，是也有很多其实我们以前都合作过的好搭档。那也有很多。其实新朋友，对新朋友，其实有一些在可能以往有看过港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很久没有见过他们在电视剧里面出现过，所以可以期待一下。是的，绝对值得大家期待。那接下来最后，我们就邀请两位可以在我们的背景板上签下名字，正式进入到我们的派对当中。好，两位可以转身看向前方。我们全场再次给两位一点欢呼声。哇，再次欢迎，欢迎峰哥，欢迎阿蛇。那我们就来到场内准备一下，好不好？有请两位，谢谢。哇，谢谢！天哪，还是我们非常非常优雅帅气的峰哥，还是大家都非常爱的我们的曼姐。那现在呢，两位已经去到我们的派对当中做好准备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继承者之夜派对也正式打响，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优酷家族荣耀之继承者，继承者之夜，这里是我们的豪门派对啊！所以说各位应该感受到了，我们整个现场呢今天是金光灿灿，因为我们迎来了几位非常非常非常重量级的嘉宾会光临我们的派对，所以说今天晚上风起云涌，究竟谁能够从我们的舞台当中夺得巨额财产，让我们拭目以待。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上优酷搜索家族荣耀之继承者，精彩剧情抢先看，上淘宝搜索家族荣耀直播，关注淘宝影视宗，更多精彩剧情内容尽在淘宝逛逛。家族荣耀之继承者今日开播，各位应该有发现了，熟悉的港风又回来了。那此时此刻，优酷站内预约量也创下了优酷港剧的最好成绩，突破了200万。那今天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在追剧了啊，那很多人已经在追到了第二集，各位追到几集了，也可以在我们的弹幕当中和我们多多互动起来。那接下来我相信各位已经做好准备了，光临我们今天派对的嘉宾他们也准备好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欢迎家族荣耀之继承者们的主演们登场，欢迎舒诗曼，有请林峰峰哥，欢迎罗子毅，有请罗嘉良嘉良哥，欢迎许绍雄，有请，欢迎。哦，目前看起来还挺谦让的啊，这个，哎呦，哟，差点把我们嘉良哥给闪了啊！您坐，哎呦，哎呀哎呀，哎。哎，女王来了，哎呦，哎，各位掌声送给各位，有请。好的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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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这个风起云涌，没想到一上来几位就互相使绊子啊，给对方挖陷阱。不过现在大家已经都坐定了，但是细心的朋友应该有发现。我们的几位主演啊，这个有绶带，有灭火器，这儿还有把锁，然后有菜狗，咱嘉良哥还带了一把戒尺啊，究竟这些道具隐藏了什么样的意思？接下来我们就请几位和大家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和剧中的角色以及所带的道具。来，阿佘，有请。Hello， 大家好，我是邱浩儿，我在戏里面。有一个两个敌人，有一个好爸爸，有一个守护者。哦，哎呦，但是呢我为了我的事业，天哪啊，哇，直接锁了，封心锁爱，天哪，这真的是为了事业拼了，咱直接把钥匙扔了、对啊，不要了，因为我要守住我的家业。天哪，但是我相信有无数的粉丝想要打开阿佘老师的心房啊！好的，再次欢迎阿佘老师。接下来下一位峰哥，您带的是什么？这是很明显一个灭火器，得等、嗯、哎呦，还有，哎呦，我是高俊是一位非常专业的律师，其实我就是邱家他们的算是专属的代表律师，他们因为他们家族里面有实在太多太多的纷争都要靠我去调停、但是我心里面其实我最希望是可以成为邱浩儿的专属律师。天哪，哇，这么爱吗？别太爱呀 啊！所以说这个灭火器就是哪里有纷争，哪里有争吵，然后咱们峰哥就是去灭火。灭火，没错。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好，那接下来子毅，你带的是什么？大家好，我饰演是臭骑兵，是一个自带财书，还有就是一个卑鄙无耻的一个人。所以我就是一个菜狗吧。所以又菜又爱玩，对，是吗？就是又菜又爱玩啊。然后作为家族当中唯一的嫡孙啊，但是呢，咱有点菜啊。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剧情走向。所以今天咱带的是菜狗啊，菜狗。那接下来，嘉良哥，哎呦，
我在《家族荣耀》里面演的角色叫臭手艺，义气的义。这个呢，我为什么拿这个罐啊？不合适，哎。对我放屁，你看，谢谢你到底是我是准备，我习惯了。你看你多坏啊你！好坏啊你啊！大家记得不知道我拿这个出来，因为我这个儿子啊，他常常做错事，没有一件事做好的，所以呢，常常都要教训他，每天教训三次的，就对着了啊！你看还放，别激动，坐，别激动。哎呀，啊，你知道了哈，这个东西看出来了，好用了。哎呀，揍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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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常常欺负我的啊。所以看来这个父子关系还挺微妙的啊，这个关系有点紧张。那嘉良哥能不能用剧中的语气在现场教训一下子怡，他刚刚偷偷撤你的板凳了。怎么现在教训他，教训他用剧中的语气，用对白还是用教训？用对白加上这个啊，对白加上这个啊，对，你行不行？不要走过来啊！别躲过来这边，你同不同意？过来，乖过去，听爸爸话。过来，请过来啊！怎么样？你走过来。你知道吗？他在戏里面有个英文的名字叫 Brian， 发音准不准？可以 ，Brian 可以吗？啊，怎么样？赌场的项目的，那个案子啊，什么时候能给我啊？啊，你已经搞了两个月了，已经完成了，完成在哪里？他破坏我的好事，关我什么事啊？果然是奸诈，不关我事，不要过来啊！为什么跟他有关，跟你无关呢？啊，他在搞破坏，是吧？对啊，我搞破坏还是你搞破坏啊？这个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哎呀，他常常搞事的，搞了很多事出来。哦，你别姓邱了，你姓赖吧，你什么都赖他。对呀，但是我不会打你的啊。你会打我？我这个只用来打他。看来他你都搞不定，有没有搞错啊？太美了，没办法，太美了。哎，算你了，算你了，算了算了，不然我爸都揍你。哇，刚刚嘉良哥瞬间，你爸很忙呢，威慑力十足。我们也给嘉良哥一点欢呼声，好不好？很棒很棒啊！突然这个父亲的感觉就出现了，很威严。接下来咱这边，我庄几哥，剧组都叫臭兽人啊，我最厉害就是有纯爱，纯爱。天哪，咱欢喜哥有不好意思，我爸是恋爱脑。对，见谁都爱，很纯的爱。我这个也可以帮他灭一灭火。哦，天哪，没想到咱们这个少雄哥有一天成为了纯爱战神啊！可以灭了火了，灭不了你的心，灭不了了，你心中那个火太旺盛了。太爱了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几位已经介绍了自己剧中的角色，也分享了今天所带来的道具。那其实我相信这部剧真的是大家非常非常非常期待的，包括刚刚其实我们在外面红毯的时候，很多人也说到了能够聚集这么多优秀的港剧演员，然后呢有很多很多很久没有再次合作的朋友再度携手，其实我相信是很多剧迷都非常期待的。所以这一次我们也分享一下几位的这个再合作的感受，比如说像我们的阿舍老师和峰哥，这已经是第六次合作啊。所以说第六次合作，阿舍老师感觉怎么样？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就想相隔九年，对，九年了，你怎么没变啊？你也是啊，你有变，你越来越美啊。哎呀，这是我们的土味情话，也算。突然这么温馨有爱，但是我相信这次见面应该还是有点火药味吧，是不是？我觉得因为我们九年没有合作，所以有一点陌生的感觉，但是也有一些怎么说呢，我们第一场戏就有很有默契，对，又陌生又有默契。默契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之间因为实在太熟了，私底下对，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跟他合作是有火花，但是其实我很讨厌他了。
因为剧情的关系了。哦，究竟有多讨厌呢？咱上个 BGM， 咱们让阿舍老师展示一下。来，给一个 BGM。我要拿回属于我的所有一切。哇、哦，这个瑟瑟发抖了啊！夺回属于你的一切，那我们峰哥怎么回应？我觉得这个高俊跟邱浩儿之间的爱实在是太难了，真是太困难了，这个爱、嗯、所以上这个 BGM、啊、越难但是又越爱，天哪，回忆满满哦，真的，这个 BGM 一响心都化了，越难越爱，所以这个你看这边已经不行了是吧，这边的观众已经不行了，所以真的剧中多亏了有峰哥保护，是不是啊？作为律师，是的，是的，他一直在我身边守护我。嗯，还有，我觉得你很细心哎，在戏里面。没办法，我这个角色本身就犯错了嘛，对，所以其实心中有点愧疚，就一直其实只能在他身边默默的守护，但又不敢越前太多步，怕朋友都没得做了。哦，所以就是又小心又想试探。还挺纠结的啊，那两位是这样的，就是相恨相杀的感觉。那其他几位呢？老友相聚，这次的合作怎么样？子毅，当然是我觉得很有运气，可以跟台上这么多位有分量的演员合作，所以我接拍前其实特别紧张，尤其我可以跟罗家良老师，因为他真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教我很多东西，对我将来的发展很有用的。对，其实在现场。没有打他，没有，从来都没有的。哎呦，爱他还来不及了。天哪！对呀、啊，我这次真的这次在合作，因为大家都认识的，也认识了好多年。然后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是玩了差不多三个月，在马来西亚玩得很开心，就玩了一部很好的戏出来。哇，玩了一部很好的戏出来。哇，真的，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好开心哦。对呀、啊，就每天拍完，然后收工之后，我们的娱乐组，我负责去找好吃的餐厅，接着大家坐下来一边吃，一边聊戏。哇，天哪，好羡慕啊！所以说，对啊，阿峰曾经也找过我好几次，可是刚巧我不行，或者我第二天要拍戏，真的。是的，嗯，对。这我们小熊哥呢？这次玩的怎么样？我就哎首任是我弟弟，嗯，是他大哥，是，那就浩儿就是我女儿了，嗯，所以戏外都是，对啊，这之前就不是，之前是哎使徒是我们有父女的戏，对对对，是啊，但是这部戏呢就真的是对真的父女了啊，对，所以我都很开心可以跟。是位前辈学习学习，哎呦，前辈，哎呦哎呦，天哪，哎呦，老爸就是这么皮，我告诉你。对啊，是位前辈教我很多东西，谢谢。不敢。哎，你说什么？我刚才没听见。他说你是前辈啊。我们几个都是他前辈啊。对呀、啊。请受我一拜。手下留情啊！哎呦，你太客气了吧？啊，许少雄啊，他拍戏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在哪里。真的。你在香港了，在香港出生，在香港发展。嗯，不愧是我们的纯爱战神啊！今天这么谦虚的纯爱战神啊，没办法，心中有爱，嗯，有爱，心有爱就表面没有，表面没有，那就糟糕了。好，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一次。这么有爱的这个剧组，然后呢几位又这么的熟悉和熟络，我相信在剧中一定会呈现出非常非常精彩的片段，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守候我们这部剧在优酷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马上刚刚其实提到了一部很经典的剧集，你们刚刚有听到吗？使徒行者，今天想不想在现场看一下还原我们海报当中的名场面，想不想看？哇，我们请工作人员先收一下凳子、啊、很想啊，哪张海报啊，会是被枪毙那个吧、啊、
来，海报，我们来把道具也收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满足所有优酷朋友们的愿望，我们来在现场还原一下海报当中的名场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我大概记得海报那个哦，哎呦，啊，有，哇，这么多枪，站位在这里，没错了，没错了，没错，酷，很酷，准备哦，我们来还原一下。哎呦，哎呀，天哪，帅不帅？哎呦，天哪，这个名场面瞬间勾起了大家的回忆啊！所以说，我相信这次我们的家族荣耀之继承者们一定会让大家有更多、更多、更多的名场面，大家一定要持续锁定。那么接下来，咱们温柔的部分过去了，下面要来真的了。哈啊，干嘛？今天几位来到我们这个里面，真的只有一个人能出去。哇，这么不温柔你。只有一个人能带着巨额的财产离开这里。啊，放心，要争产啊！放心，要我在。对，多少钱啊？这个说出来吓死大家啊！平生没见过这么多，今天究竟谁能够成为本场？我们派对的继承者，我们准备了几轮游戏，大家要各自使出绝招，争抢这个财产。好啊，好不好？谁跟我争？哎，那这样我们就开始放狠话，好不好？每个人先放句狠话，让其他的朋友先吓一吓。来，阿蛇，你，肯定是你们两个，你要跟我争，你是谁呀？哦，是谁啊？酷，来，峰哥，我不需要赢，只要他赢就可以了。哇，果然有真爱耶！我还是很甜哦。我看出来了。来，夏良哥，我，喂，小心点啊，你们。好怕。对，已经吓到不敢说话了啊！来，子玉，什么事情？先过我爸这一关。哟，还挺聪明的。天哪，这边都拉战火了，咱们怎么办，少雄哥？我加油啊！加油！我不要，我给我女儿。纯爱战神啊！太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个争夺就要拉开大幕，首先我们将会开启我们的第一个游戏，那这个游戏呢其实是比拼大家的拍照，作为咱们的豪门继承者，咱们无论去到什么地方都会有很多这个狗仔们在拍啊，所以咱们要时刻保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最棒的拍照的一个技巧，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谁是拍照最强者，我们进入到拍照环节，那稍后这个环节我们会依次进行，那首先比如说我们的阿奢会先来到身后挑选道具，然后呢会有规定情境三连拍，那前方的四位呢将会负责来猜，你们猜一猜你们印象当中的阿奢会摆出什么样的动作，如果你们猜对了就加一分，如果四位都没猜对，那阿奢就来加一分，好不好？来，所以说也是比拼大家的这个心有灵犀和熟悉程度。那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阿奢要摆什么样的姿势，来看一下大屏幕，霸总三连拍啊！来，所以接下来三张照片，大家有三次猜的机会。首先第一张，阿奢请来表演。哇！好霸总啊，好霸气啊！摆完了，来四位，你们来猜猜看，你们可以摆动作了。你们猜一下刚刚阿修摆了什么动作？一起来吧，一起来，来三一二三，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人家才摆了一个动作，前面四个人就已经脑补出这么多了啊！来，咱玩正经的，咱要加分的，很正经啊。所以正经，你以为我很不正经吗？很正经。好，那这样咱们来转身揭晓答案。刚刚我们阿奢摆了什么动作呢？请我的三连拍都是一个动作。
啊啊！好，哎呀，没人中，没中，完全没中，没人中。所以这一环节，我们的阿奢加一分，好不好？加一分，没有人猜中你的心思哦。没有人猜中啊！哦，咱们继承者的心思没有那么好猜。其实挺难猜。来，我们峰哥的话筒这边可以帮我推一下。嗯，好。有有，哦，申峰，我以为是没声啊。好的，接下来我以为是第二动作。好，接下来该峰哥了。峰哥，来看一下峰哥的题目。给秋花儿道歉的三个动作。哦，可以挑选一下礼物，这边有礼物，或者是道具，不需要，不需要。哇，不需要。来，那我们先让大家不许看哦，我们先让峰哥来表演三个给秋花儿道歉的动作。第一张，没有。好，第二张，哇，第三张，第三个已经好。来，前方的四位开始来猜哦，你们要摆三个你们认为峰哥给秋花儿道歉的动作。来，开始。第一个，好，第二个，为什么要这么威猛的去道歉？他们两个怎么这么齐？父子俩齐心。好，第三张，怎么？好的，其实这么看的话，好像又没有人猜对。有吗？我们先让峰哥还原一下。我们真没看，真的没看。猜对，峰哥来还原一下。他们三个都有猜对一个。峰哥来，刚刚三个就揪耳朵嘛。啊，对，揪耳朵那个。但你们有漏掉一个，峰哥有一个打屁股，我还有一个把屁股翘起来给你打的。所以我猜中一个，他们两个也猜中了，他们也猜中了一个。是的，所以我们来记一下分，那就是我们的阿奢、子毅和嘉良哥各加一分啊。好，接下来咱们子毅做好准备，来到身后，看一下你的题目是什么呢？哇，没事没事，这个可以看。对对对对，撩妹的三个动作，撩妹就是追女孩，然后呢显示自己的动作啊。撩妹，好，来准备哦。这个是背在身上的。好，来，子毅，撩妹三连拍。第一张，哇，第二张，哇，第三张，哇，哇，玩这么大的吗？好，来。提醒一下哦，玩很大哦。知道吗？我不知道哎。来，前方四位可以猜一下。好大的，玩好大的。玩很大哦。玩好大。对。来，第一张，猜一下，摆了什么动作？好大。对，我也。这个其实算对了，已经有人对了。好，第二张。对。好，第三张。啊，哎，其实是有很对的，很对的。大家先看一下刚刚子毅摆的动作啊。什么？子毅还原一下刚刚你摆的。还原一下。对。哦，还原就是他拿了钻石。钻石。哦。好。然后就是。对。哎，我中了。对，轻轻的。哇，脱衣服。所以刚刚峰哥有这个脱衣服的第一张，然后其实这个亲戚也算，我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所以其实峰哥刚刚有两题，然后阿奢老师有一题打中，然后我们的嘉良哥有一题打中。好，怎么办呀？咱们纯爱战神加油，纯爱战神，纯爱战神，咱们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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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就加吧，加就加吧。好，到剩下到谁？该嘉良哥了。好，嘉良，咱们猜猜嘉良哥的心思啊。好，来看一下大屏幕。嘉良哥需要表演成功男人杂志三连拍。成功男人上杂志怎么拍？成功人，成功男人要选一个东西吗？对，选一个你认为成功男人需要有的。哦，成功男士是他吧？红红的，挺成功的。对啊，这挺成功的吧？很成功，很成功。好，来。成功男人嘉良哥第一张，
哇，第二张。哦，哎，第三张。哎呀，绝对猜不出来前面这几位啊。来，开始猜一猜嘉良哥刚刚成功男人摆了哪三个动作。来，第一个。好，第二个，假装坐着是吧？嗯，好，第三个，哦，成功，很成功，来，成功，咱们大门很成功。咱们嘉良哥表演一下刚刚的动作，很厉害啊！拿一个布，十字布，太好，第一个。哎呦！天哪，咱们成功男人还有隐藏技能呢啊！好，谢谢。第二个，第二个。啊，第三张。啊 ，OK。这个所以有中吗？我们来看一下，没有中。北极熊，好难哦！北极熊他想吐他，好难哦！好难，这个。接下来到我们少雄哥了啊，来看一下你的题目。老爸，看到老婆的三个反应，我觉得 Ben 哥网红啊。老婆哦，老婆，对，我在当网红，网红，刚刚我觉得 Ben 哥不能用正常的思维去考虑，看到网红是老婆，是老婆，看到老婆的三个动作，老婆，你的老婆有反应没？哎，等一下，见到老婆有反应，老婆，老婆 ，OK， 老婆，好的，来第一张。啊，第二张，妈呀，好，第三张，啊，好有层次啊，来，很温馨的一段表演，温馨啊，很温馨的一段，我想错了，好，来，四位，准备好，第一张，猜一下，有一位一模一样，啊。好，来第二张，第二张。好，第三张，第三张。发钞票。好，其中有人答对了两题，而且非常标准。我们来看一下，嘉良哥，你再重新演一下刚刚的三个动作。我们我都忘了，少雄哥，我忘了，我爸是有脑袋有点问题的。第一个，哇，我是一模一样哦，还得蹲下来哦。对，嘉良哥刚刚答对了，一模一样啊。第二个，为什么吓到？吓到了，怕他们，好，我怕。第三个，哎，我中了，我中了一题，我中了。好，谢谢少雄哥这边。所以呢，刚刚我们这一轮嘉良哥中两题，然后真的没看的哈，两题，然后呢，阿奢有一题啊，好，那我们来统计一下最终的分数。刚刚这一轮，我们最终赢家就是嘉良哥，恭喜！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现在距离我们的这个巨额遗产更进一步了。哇，就是第一局而已，第一局而已，我们还可以复仇的，是吧？对对对，后面还有机会，还可以复仇啊。好的，那接下来刚刚这个环节感受到大家的彼此默契程度了，非常了解。那接下来难度升级，下面这个环节呢，我们也要考验到的就是我们的默契程度，就是你来比划，我来猜。那接下来呢，首先我们会有一位成员出列来进行比划，然后呢，另外四位随时都可以来猜，好吧？只要你猜中，我们就加分，很简单，很简单。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位，我们让峰哥来吧，好不好？峰哥先来。好，然后我们的另外四位，我们这边，
好，来，看着我，看着我，大家要看这边哦，因为题目在大屏幕上，因为那边是答案。好，大家不能看大屏幕哦。没有，我们这边在处理一些其他的事情。没有，看你。好的，来，准备好，来看一下大屏幕，每个人有四道题。啊。好。四个字。好。他。美。不是，第一。不是美，不是美，不是。他在公司里面的位置，而且他的态度就是。爸。一。对，第一个字。对了。第二个，爸形容这个人非常的霸道，对，霸道，霸道什么？霸道总裁，恭喜，好，其实很哇，这个好，下一道题，好，下一个，三个字，你，美，三个字，那不是美，应该非常美啊，应该，三个字，角色。邱华尔，哇哇，阿修两分，哇，下一题，下一题，什么啦？你爸爸，我这个可能会难猜，但我觉得好玩一点。你爸爸，他里面几个字？几个字？两个字。守人。他在里面不是有两个老婆吗？他在爱情路上面，花心。他是一个老司机。哦，老司机啊！什么飞机？老司机。哦，啊！我听到飞机啊，形容很厉害。下一个，好，我们少雄哥加一分啊！下一个，几个字？六个字。啊，哇哇，咁长嘅？一二三四五六。子毅，他在这戏里面，他是你们这里这个这一组里面的。唯一的继承者，六个字啊。唯一的，那你们是同唯一的不，你们的姓是秋，秋什么？秋什么？唯一的秋，不是第一个字秋，对，唯一的继承者，不是六个字而已。秋家唯一的没有得他男孙，对，哦。来，阿修加一分，恭喜！四道题全部结束，恭喜！好的，那我们看一下，刚刚这一轮应该是阿修三题，然后我们少雄哥一题，啊，好，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还是我吗？那我没机会拿分呐，峰哥，我这边接到一个电话，哎，怎么了？他们说有一些事情需要这位大律师去处理一下。哦，这样子。哦，对，我记得我今天有好几个会要开，这个会好像就是关于你们邱家的。哇，这个重要。对对对，你们还有好很多个生意的那个合约要我去签字。对，不是我去签字，签字是你们。我要去核对一下。对，确定里面的条款所有都没问题。好的好的，看清楚，我千万没看错。放心，这个不能错，对。OK。所以我一定要亲自去，我放心不下来。好，那你签完就回来了。签完好，我们总会见面的，总会见面。那你赶快去了，赶快去了，谢谢大家。好，慢慢开。那这样，我们峰哥走之前，峰哥来到这边，我们一起来一张合影，好不好？来，我们请几位。那峰哥有工作的原因要先行离开，我们一起看向前方。再次感谢今天峰哥为我们带来了众多的精彩时刻，谢谢。好了，辛苦了。好，那我去继续忙我的业务了。好，好，好，我好，再见。没有，请留步。好的，那我们阿修这边稍微送一下。好，这个。加油，大家！拜拜。对，谁让这个相恨相杀呢？啊，毕竟这个阔别九年再合作，那你们两父子在可以了。我也是，也先这样。不要，马上来。那刚刚哪里有马？马没有看到有马。那再聊聊天吧。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位。所以说，刚刚我们峰哥表演完毕之后呢，这边阿奢积了很多的分数。那接下来我们就轮到有请我们的。子毅，好不好？子毅来表演。
然后我们嘉良哥跟少雄哥两位吃完什么的哦，我看看记到了啊。然后呢，你看，女儿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来。我们阿修老师的麦开一下。那这样，那既然阿修老师看起来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让阿修先来表演，哦，好不好？你先来表演。突然哦，太好了，看看三位能不能猜中你的心思，好不好？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个词，三个字，第二个字，不，第三个字，你。不准，不，你是个动物，是个动物，这样都不知道，那还能怎么？不，是一个动物，一个动物，动物，什么动物会这样？不，对，好，第二个字是不，第三个字是猪，对，第一个字是错的对面。错的相反，对，对不住，对，对不住啊，对不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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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Brian， 对了，好，子毅这边，好，接下来第二题，哦，四个字，第一两个字是连着的，是带，通常都是绿色的，翡翠。哎，这么聪明哎！对，然后第两个字，最后两个字也是一起的。翡翠，你翡翠项链。对，还有翡翠项链，翡翠项链，翡翠项链。恭喜！好，下一题。下一题哦哦，四个字，四个字，你要搞破坏的，我在搞这个 project。赌场。第一两个字是这个。戒指。戒指，戒指，钻石，啊，钻石，对了，啊 ，project 啊，钻石广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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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对，算对，差一点点，对对对，爸爸，恭喜，啊，钻石商场啊，好，还有一题，哎，两个字，第一个字，跑跑，对，第二个字。跑开跑车跑车哎还是我老爸冲真是妇女齐心好的恭喜四道题那这一环节那我们是少雄哥这边答对最多很棒妇女齐心答对的最多你叫我加油吗加油真的是加油了啊加到跑车里了啊、接下来我们子毅这边好不好 Daddy 靠你了看看人家这边父女哦，我们这边父子的这个感觉。其实玩我玩这些是不行的。好，来子毅的第一题。可以。很难。怎么样？为什么这个表情？四个字。第二字。很难。嗯，动物，鸡。鸡。第二。鸡飞狗跳。鸡飞狗跳。狗跳。哇，鸡飞狗跳。先。OK， 下一题。猜中的。这个是可以说中文吗？第一个几个字？它有中文，有英文。哦哦，几个字？开。对。啊，开是。另外一个是英文啊。Run， 开 party， 开。哦，开 party。哇哇！果然是父子哦。是下一题。啊，三个字，三个字。你最后立场，立场戏。啊，打你的哈、啊！对，这个是叫什么？扇巴掌。扇巴掌，对答对！哇，扇巴掌！好，最后一题，你普通话果然好啊，还行嘞。这个很难哦，很难很难。又难，几个字？五个字。嗯。怎么样？一个字都比不出来吗？对呀、啊，你讲很难比。他就是讲跟我们的戏有关的吗。第二个字是。我们的宠物狗的另外一个宠物猫，对，第二个字，第二是猫，另外这总共是五个字，是一个包青天里面一个好出名的一个展超情，不是那个情节，雷猫换太子，对，哇，厉害，哇，厉害，厉害，厉害，好，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阿奢和嘉良哥打平了，都是两道题啊。好，那我们最后的时间交给我们这边唱首歌来，爸爸这边，我来，老爸加油哦，老爸加油。好，来第一题，几个字？很多吗？哇，要数那么久啊？等一下，等等，哇，好，几个字？四个字，四个字啊。然后呢？第一个字，哦，全，对，弹零，全零，全转，全动，全球，球，全，这个是一个什么形状？圆呢？对对对，圆圆，对，对全圆，全圆，全圆，全圆出动，全圆。全员全员发火，发对了，发火对的，发疯，对对对，全员发疯。下一题，全员发动啊，发疯啊，发疯啊，学学吧，哎，这是全员发低了，这个这像我们真的几个字，四个字，这很难的，这个真的很难，四个字，我也不知道怎么搞，你也不知道，很难，就是他就是讲 pass 呢，顺。顺利的相反，顺的相反，逆，逆，然后第二个字，然后逆转，逆什么？逆风，然后翻，对，逆风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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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逆风翻盘，逆风翻，逆风翻盘。好，最后一题，你还是挺有文化的。好，来看下一题，出来了，是吧？哇，哎，几个字？都是一个很难的啊，就是怎么所有难的都给我？真的很难的，真的。他欺负你哦。第几个字？第一个字，第二，第二个，第二个字，第二个字。看熟书，他在照什么？镜，对镜。第一个是什么东西？哪个字？破镜重圆。哇哇，女儿真厉害！哎呀，哎呦，厉害厉害，谢谢。厉害厉害啊！这一局不是我赢。那接下来最后啊，不说以为他本来知道，其实不是，真不知道哎。对呀，压力给到谁了？给到我们的嘉良哥了。啊，所以最终到底这个分数会怎么样变化，咱们来看看。还有最后的时间，嘉良哥这边我们再来比划一下，我们三位来猜。所以最终到底这一轮谁能获胜，来嘉良哥，哎，自己一起来，喂，要踩，一起来猜，跟自己的父亲分不开了。哎呦，你看分不开吗？好，好，好，来准备第一题。几个字？他是这样看的哦，随便你这样，我不是打过来吗？两边都可以的吗？啊，第二个字，第一个字，第二个字，第二个字，我，你，你，与，第二个，我和，我和，你，你和了，我爱，对，第二个字是爱，第二个字是爱，第二个字是爱，第三个字，脑。对，什么脑？什么爱脑？恋爱脑。哎，恋爱脑，说对了，对了，恋爱脑，恋爱脑。啊，好，第下一题。啊？啊？啊？几个字？哎呦，很，这个肯定不是编辑，也不是我儿子。第二个字，第二个字。总共几个字？啊，总共两个字。第二个字。第二个字。第二个字。我。我。心。想。他的相反，你的相反，男，对什么男？渣男。哇，这是怎么猜出来？好厉害！牛！你后面是不是多了一个眼睛？有个眼睛在后面啊。对。好的，天哪！哎呦。下一题。好。几个字总共？三个字。第一个字。牛，猪咯。哎，对。第二个字，香港有一个温拿乐队，
姓陈的，陈什么？有，对，猪都有。哦，哎呦天哪，游戏王者。好，下一题，最后一题。还有一个，第三有三个字，第三个字是打疯狂。哎，差不多了，狂狂。对对，第三个字是狂。什么什么狂？第三个字是狂，前面还有两个字。第二个字，树上面有时候会飘下来的东西。叶。对对，什么叶狂？他不搞爱情，搞什么？比如说你说怎么说？如果你说对，换一个说法，或者是还可以怎么说呢？我说完话，你说对，也可以说不对，不是？错，对，不对吧？错。啊，你想想，什么叶黄？什么叶黄？什么叶？什么叶？凋叶黄。我想想啊，油叶黄，白叶黄，对还是不对？你试试看，用另外的字来说。猪叶黄，不是，对还是不对？对。什么叶黄？对。为什么对还是不对呢？我刚才说了嘛。刚刚我们提到了一部电影，四个字，第一个字什么字？家。电影。电影，我们提了一个电影，那个电影四个字的第一个字。刚刚我们在现场还拍了那个海报，还原了海报。我们那个电视剧当时第一个字。哎，这样吧，我问你，你是不是？哎，不能说。已经说了，刚刚其实已经说了。哎，你是男的吗？事业狂。对呀。事业狂。哎呦，天哪！事业狂，辛苦我们家狼哥了。哎呦，啊，好，所以这个环节我们来看一下，最终。获得胜利的是啊，佘老师，恭喜佘师妹哦！好的，所以现在一分一分啊，那究竟谁能够成为我们本场的继承者？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游戏了，比拼演技，好不好？比拼演技。那究竟即兴表演谁更牛？我们来看一下游戏规则。稍后呢，大屏幕当中将会出现人物、事件、场景，大家需要随机选择你想要表演的，然后选一位你想要跟他搭戏的朋友，完成即兴片段，好不好？然后最终我们四个人一起来投谁刚刚的表演最棒，谁就可以获得本轮的胜利，好不好？来，那接下来首先阿佘，我们转身看一下大屏幕。他们也看吗？对，都可以看，都可以看。好，人物选谁？我演高俊。好，选高俊，在哪里？还在。选好，我们就要转身喽。我才是梦信，在豪宅。好，在豪宅，然后。互偶。好，来转身，转身，转身，几位啊？所以说是高俊在豪宅里互殴，那现在互殴，互殴。所以阿佘，你可以选一个跟你搭戏的人，谁跟你互殴？他。互殴就是对打，打架。好，我选你 ，Brian。OK， 嗯，因为你欺负我。好的。你欺负高俊的所爱爱人、对哦，我明白，你是高俊、我是现在我在豪宅。好的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两位来到这边即兴表演。已经演已经演完了，开始。哇，来真的了。棒。哎呦天哪，相爱相杀已经演完了啊，互殴场景，对打啊，对打。好，接下来那我们就让子毅来选，选好就可以转身了。谁？人物？搞笑一点吧，我演浩儿。浩儿。在。然后在哪里？跑车里。跑车里。做什么好啊？你想呢？你想啊？大家想看什么？
好，我做饭吧。好，可以转身喽。好，让你做饭，好好。好，我叫你做饭。那你可以选个搭档，选谁？我选，我想一想，另外三位谁跟谁搭戏？来，我们在跑车里面。刚打完架，现在又做饭啊、嗯？好，在跑车里面。做饭，做饭，三二一。那你做饭，我开车吧。你要做什么了？其实炒饭对吗？蛋炒饭。好饿啊！姜葱，哇，好吃吗？不错。哦，你看看，前一秒还在互打，然后这一秒就已经开始可以互相喂饭了啊。好的。那下面来嘉良哥选一下，好不好？侧身选就可以了，侧着身选，对。哦，随便选哈、嗯。我还是选我自己吧，秀手艺。好，嗯，手艺，手艺。我们在哪里呢？在夜店。在夜店。在夜店接吻。在夜店接吻呢、啊哦？好，好，请转身。不不不。那选一个跟你搭戏的人，嘉良哥。啊？那他还没选。搭戏。大戏的，我选我哥，触手人，哦，来来，哎来，没想到我们，我本来想，没想到我们有一腿，同步一关他，我本来我告诉你，我真的想选浩尔，浩尔我知道啊，但是我在你不可以，可是你没出来过，哇，你还有出来啊，我们搞一搞吧，啊好，来三二一，夜店戏开始，这里是夜店啊。夜店要听的音乐啊！你是女还是我是女？我们两个都是男的。好呀。啊，夜店可以跳的舞啊。弟弟，振作啊！哎呀！啊！哎呦！可以啊，亲上加亲了。好、啊，这边。哎呦，走，牵手成功。好，走了。好，可以了，好，可以了，对，好吧。啊，那我少将哥来，哎，选一下，我可以，反过来做吧。可以，没问题。我做我，守人的老婆。可以。啊，守人的。我做搭档。啊。就跟你。啊。跟我就怎么了？在哪里？我反串。反串。对对对。嗯。然后在哪里？在机行车后座，不是办公室，在咖啡店，游艇，游艇上，游艇，嗯啊，有钱人，游艇没办法，游艇要买翡翠，啊、买翡翠啊，然后你选我，对，然后来，我们来了，反串来，三二一，游艇上买翡翠啊，李明杰，你老公快玩，回去找你老公了，别找我了。老公、啊，怎么送我翡翠可以吗？送的翡翠可以啊，那送了。我大把，你大把什么？你去找许少雄吧，他很多很多翡翠的，很多啊，很多。哎、走啊！哪里有？你回去吧。好了，拜拜。被赶走了。好。这个翡翠也买完了 啊！咱们在这种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场景里面把这个事情都做掉了。那接下来这个环节，谁的演技最强？我们现在开始，我说三二一，大家就指向他，你们认为谁这一轮表现最好，好不好？他就可以加分了。表现最好，你们就指向谁。来，三二一。哦，所以都指的是我们阿奢啊。那我们阿奢这一轮再积一分，所以综合以上所有的分数，那我们今天获得本场豪门之夜可以夺得所有财产的就是佘诗曼老师，恭喜！啊，谢谢。好的，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吗？可以。这样，在分享财产之前，我们优酷也为所有的朋友们精心准备了一段小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绵绵雨，灵感也浸没了，寒切骨，落满地叶黄掉，
捱下了，才发现富丽上片山野花了。人败了，难得放肆地笑，才会懂烦恼尽量忘掉。肯定有人在背后搞鬼。你连自己亲人都害，你是不是人呢？你昨晚睡在这里。尘世内谁无畏惧，谁无心碎，谁无唏嘘，年年适应年老去。对不起，我欠了你心。你看我连邱家大少爷都没得做，你自生自灭吧。年年跨过挫折后，蓦然回首，第一时间就去找你报仇。可惜一生的历史，怎会了无生趣？不带着残余，不止吃饭一次。看你看的什么叫亲我的亲戚？结局之时已远去，还看最后风飞或壮举。以后就要放你一去，你也有空常来。最近我都在这里。将化做翡翠。好的，谢谢几位回到中间。我相信刚刚这一支短片也让所有钟爱港剧的朋友们深深的触动了，也再次感谢每一位对于优酷港剧场支持的朋友。那几位有没有什么话想对特别特别爱优酷上看我们港剧的朋友们说？阿舍，看到刚才的片段其实非常感动，因为都看到我们以前很多的经典角色，当然是非常好运可以碰上那么好的机会，但是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你们欣赏的话，我们怎么演都没有用，所以感谢每一位欣赏爱我们港剧的观众，希望以后继续支持我们港剧，谢谢。谢谢。喂，我从《家族荣耀》第一集到现在第二集，我真的感受到我们的剧组很非常认真的制作，所以我必须要推荐大家我们所有的演员都非常努力去演出的，必须要去优酷支持我们的电视剧。好，嘉良哥。今天非常开心，今天我也没想到那么开心在这里，真的。首先我拍《家族荣耀》就因为我拍了一之后呢，就 Tommy 梁家树先生在找我才有二，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幸运的，因为我跟他也非常好的朋友了那么多年，然后他还是给了我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角色让我去演，然后也让我其实让我们可以聚在一起，是吧？刚才说我们在马来西亚是吗？就每天真的每天开工都是很开心的，就不会觉得很辛苦的那种，没有的，其实都在享受每一天，真的。哇！所以真的这，所以我非常。我没想到可以再跟你合作，这个是我真完全没想到的事。对我，我跟你。我们已经有二十几年没合作了，哇，知道吗？二十多年没有。对啊，我是看着他入行的。对。对。然后我们一起拍。教我很多东西。对，不是你，因为你很努力。以前我跟学拍七姐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可是都已经那么多年了，一转眼那么多年。对。回忆满满。对啊，所以很多很多的那种。怎么讲呢，就是那种感动，那种让我们成长啊，经历过很多过程，这些过程都是非常美好。谢谢。当然也要谢谢几位，其实很多观众看到几位的面庞，脑海当中都能够享受到很多很多的角色和剧集，感谢几位在陪伴所有朋友们的青春。那还有我们可爱的 daddy， 我们的少雄哥。做人最重要就是开心。开心呢啊。那我也开心今天在北京可以跟大家见面，希望你们也开心也多多支持我们，看我们的《家族荣耀》的执行节，谢谢。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刚刚说到了咱们这个最终的财产
要给到我们台上的阿舍老师。那我们就请惊喜嘉宾酷酷子把财产拿上来吧，里面还有这个皇冠，我们请几位拿起来。酷酷子好久没见，哇，好 Hello。 好，皇冠给我们拿蛇带上。那我就Daddy来带，带皇冠，我们拿金币哦，拿个金币来。好，来，好，酷酷子这边。好的，慢慢，好，请帮我女儿带上这个吧。好，子毅来。恭喜我们今晚的继承者出现了，就是佘诗曼老师。哎呦，坐不稳，皇冠太重了。哎呀，太美了，动作不用太大，做继承者不容易哦，不容易。太美了。好的，那当然我们要把这份喜悦刚刚阿舍也说到了，希望送给观众 啊。那我们就请我们的摄像老师来捕捉现场可爱的观众，他将会上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合影。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镜头老师他们在捕捉，然后阿舍你随时喊停好不好。好，来，三二一，停。好的，那第一位可以赶快来到台上咯。我们的第一位，好，赶快来到台上。接下来第二位，我们让子毅来喊，好不好？来，有声吗？哦，可以啊，随时可以啊，随时可以喊停，停，停。好，来，第二位可以来到台上了。好，接下来第三位，嘉良哥，哎，什么？随时可以喊停，哦，随时可以。哦，你们很积极，我听不进去，停了，停。好，第三位上台。好，接下来最后一位。随时可以说停。好，停，停。好的，那现在四位来到台上，有请刚刚我们喊到了四位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邀请酷酷子可以把手中的金币分享给他们。来，有请，有请。来，酷酷子小心。好，来到这边。好，那每个人都可以拥有酷酷子手里的金币。哇，好多好多好多，随便拿，随便随便拿，随便拿，都是我们今天几位给大家打下的江山。太小了，给你多一些。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向前方镜头好不好。来，我们那边去两位吧好不好。对，那边去两位。好，来，酷酷子也一起吧。来，看向前方。好的，那当然台下还有很多没有上台的朋友，那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个喜悦。接下来我们全场用最大的声音来喊邱氏集团财神爷好不好。这个这么多金币都送给大家了，咱们就一起来喊出我们最后的口令，就是邱氏集团财神爷。我喊三二一，大家一起说邱氏集团财神爷。来，朋友们，声音越大咱们这个收视率就越高啊。来，朋友们，三二一，邱氏集团财神爷，谢谢。那么我们的派对到这里就要圆满结束了，提示大家每日12点在优酷播出，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追剧，带着朋友我们一起来追剧吧。这里是我们的家族荣耀之继承者，上淘宝搜索家族荣耀直播，关注淘宝影视宗，更多精彩剧集内容尽在淘宝逛逛。看港剧还得来优酷，每天12点记得来优酷港剧场收看家族荣耀之继承者。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我们老师们，来优酷看我们。对，好的，谢谢，谢谢，谢谢。